爷呢，去你家拉二胡有没有？啊、哦，还有那个唐大哥啊、哦，有点头，拉二胡啊，然后你唱那个《松花江之歌》啊。哦，我家住在松花江。你让老师去做、哦，对不对？叫妈妈你会唱，对不对？哎、哦，好、啊，喝水啊，叫妈妈喝水。哇，好棒哦，叫妈妈好棒，好厉害哦，进步好多哦。我妈妈从不会吞口水，到现在能吃一点东西，都是陈老师教我们的。哦，好厉害哦！陈老师好厉害哦！然后，陈妈妈就进步好多哈、哦。哎，陈妈妈好厉害！哎呀，吞得很好呢，吞得很好。哇，打哈欠了、啊，哎，啊、哦，张妈妈想睡觉啊，你想睡觉吗？是哦，哦，张妈妈想睡觉。刚刚你们进去的时候，妈妈在睡觉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我没有注意，我进去，你们进去是什么状况？跟那个看护讲话，我跟那个看护讲话说，要请他帮他换尿布，然后我要下去做复检。哦。我是想说，哎，我已经来这边，然后我又跑回去那里边买东西。刚刚匆匆忙忙忘记买东西，我又跑回去。哦，应该要准备。所以你看吃的东西，那个、对对对。哦，是这样。而且要软软的东西。嗯。所以我以为说，我跑上去的时候，你们应该已经要出发了。他说不想要那椅子怎么弄？因为跟我们家的又不太一样。他可能不会绑这个桌面吧？对对，是，但是这都不打紧，他那个裤子都还没有穿好啊！我去的时候他才穿好那个。对啊对啊，不是，他以为你在这边等不会上去，你是要在这边等是吧？我们直接下来，没有没有，是这个意思。我本来是希望我这样讲，你们就可以快一点了，不要等了。哦，就直接下来嘛。对对对。可是他好像很紧张啊，他说你不上来啊，那这个椅子我不会弄哎、欸，他很紧张啊。好，没关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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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事情。那、嗯、妈妈好不好吃？好吃吗？好吃。妈妈说好吃哎、欸。因为我有一个感觉，我妈妈中风以后。他的那个脸上的那个表情不是很舒坦，这样。嗯。啊，我在养护所看到我妈妈的那个脸，常常那个人碰她的时候，她都很惊慌、惊吓那个样子。人家碰，就是抱她或干什么？接触有接触。对，帮她换尿布啊，帮她上下轮椅啊。对对对对。都会哎呀叫。哦，不舒服。我不知道，反正她就。惊吓，那个脸是惊吓的。他既然会有出声，应该是他长成这样，嗯，应该是不太舒服吧。对，所以我为什么会做这个圆梦计划？我就是说希望妈妈快乐去。嗯嗯嗯嗯。哦，你那个圆梦计划是妈妈中风以后才写的吗？就是前一阵子，不是前一阵子去学校。学校给了一个单子，说问大家要不要来参加这个活动。哦。那我说，哎，我想一想，哎，好啊。好吃啊。嗯。哦，所以这个圆梦计划是最近这几个月的事。对对对。你看，妈妈好开心。嗯。陈妈妈在听你讲些什么？是啊。嗯。因为我看到她的脸都是。嗯。对。不 OK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我妈。你看妈妈眼睛很亮，你看张妈妈眼睛好亮。他想要这个人是谁？啊，哦，他这一副很忧愁的样子，啊，很不舒服的样子。那个看护的说：“我又没对你怎样。”我妈在那叫的时候，我又没碰到你。我们又没怎样这样，嗯，但是我妈那个，你看她的脸，就是，就是一副很不舒服的样子。嗯
惊吓啦。我觉得是一处惊吓。看到他们的惊恐，我不知道，我的感觉就是我妈妈不是很信任的那种感觉，对对对。然后脸上有很多那种不是很信赖的感觉。嗯，可能就是你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。但是现在，现在 OK 多了。嗯，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老师你有没有觉得他这两次比较好啊？这两次怎样的那个样子神奇啊？其实他比较他比较不适应，大概就是你们各位的院民们大家好，惠文惠您的健康，即日起办理免费癌症筛检活动，包括子宫颈癌、乳癌、大肠癌、口腔癌筛检，相关讯息请至二楼癌症筛检管理中心洽询。各位的院民众大家好，为维护您的健康，即日起办理免费癌症筛检活动，包括子宫颈癌、乳癌、大肠癌、口腔癌筛检。相关讯息请至二楼癌症筛检管理中心洽询，谢谢。还有吗？就全部都文青网络上那个，我是说要买的话可以请预兆，帮他们买。是怎么样的东西？去哪里买？他那个牙科哈。有那个纸嘛，他们现在也都不弄布，弄完就丢。像我妈妈以前吃也是会，有时候会滴下来。我妈以前我都弄毛巾会撕，会弄去，弄上面去。它只是那种一面就是那种有点像有那种防水的，里面会吸水。那你夹起来，外出你这样带几张，然后两个夹子，它有附，可是我觉得那个夹子有链子不好夹，就自己买那个小夹子，夹在衣服这里。那你就比较不会弄湿衣服啊，他也不用一直担心那个纸掉下来。因为我嫂子是在马偕牙科嘛，他们也是要买东西，我说那快没人就帮我买，他就直接宅配到家，就送到家。如果那种食药就宅配到那个弱势的家，对啊，就是一些，就是。